幸现在呢，这一波疫情啊，实在是看了心里很难过，很不舍。什么时候这一波能赶快的过去呢？一直想要说的，治疗之良方唯有呢，斋戒别无他法。其实呢，万物都有灵性啊，用这样的环境来养他们，那活着也会有心理病啊。而且呢，这样不健康的环境，不健康的饲料，那么造成他们的身体更不健康。所以人病从火入，不只是野生动物，其实饲养的动物呢，就已经造成了身心不健康。这病菌啊，难免哦。所以呢，尽量养成人类的习惯，五谷杂粮啊，只要我们在大地上勤耕耘啊，养人口毫无问题。人人啊，心思正，自然呢，天地规则啦，四季都会很正常。很期待人呐的心态呢，能好好的矫正一下，吃的才几秒钟的感觉，其实树也菜根香啊，也会很享受。每一餐端起碗来，啊，我们还有饭呐，啊，这一餐饭，米饭香，迄，那个米饭的香呐，啊，已经真香啦，啊。这桌上呢，菜根，这个菜肴也是呢，很香啊，这都是呢。一餐之饱就一天的营养，人类本来就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过活，而且呢，活得清净，无干扰的乐趣，这不就是很幸福的人生吗？但是呢，人呐，啊，都是自作一些烦恼病源。明明在这个时候已经疫情了，人人谈起了这样新冠状病毒，人人都是会惊，人人自危惶恐。可是又有一群人呐，啊，这毫无来迹的哦，那都是呢不断传的，这个叫做谣传，就会让人心惶惶。所以说来，一人吐息啦，万人传死，这实在是很不可。唔通不要去相信这样，我们要提起智慧，哦，那有科学根据，这才是正信啊！不要呢跟着一人吐息啦，也跟着人呢一直在传，这千万不可啊，哦！我们呢，最重要要守规律啦，啊，
磨方丈哈，那这个戏呢，那要劝人人真正的唔通乌白听，所以花言莫说。我们呐，爱怎样？是非基于地价，我们要做一个智慧者，或是要做一个传智慧人，自己要自我明白哈。请大家呢，要记得是非知以智者。有智慧的人，是非来到家，啊，就停止了啦，不要再传。这还要劝呐，最好呢，就是劝善。最先呐，就是要除了自知明。好，大家人家己知，家己明白啦，还要呢，可以了解，真正的我们要如何才能让这一波的疫情就持平与降下？唯有呢，快快斋戒，别无他法。斋戒不是迷信。那你就是不要再贪吃动物体。这个动物体呢，那用一般来说，其实呢，它的身心体啦就已经不健康了。何况呢，我们人要复生，要疼他爱他，尊重生命爱。我们要尊重他的生命的世界，生死自然。就我们人类也是啊，生死自然。我们要尊重动物生命，也要让他生死自然，不要故意养他杀他。我们将心比心，孩子我们生他也要养他，也要疼他爱他，同样的是生命，以生命共同体，所有的动物都是同样的。能这样子，那就是自明自善。咱家己明白，人呐、啊、爱疼惜万物，咱家己爱怎样，咱家己呢爱。做到祭献，祭以祭献，这个时候人人要提起爱心，这祖低祖明啊，那要低血奔魂啊，我们要身体力行哦，欠行道，咱来劝人赶紧来行来做，那一当呢宽手。这就是对敌的良方，不要再杀了啦，不要再吃它了，那就劝先停止下来，再治疗啦。这种治疗停止，那个祸源、祸的来源，那一种的疫情的来源，先停了，就开始呢治疗，才会。快快的断掉。假如能这样呢，低血行，这已经干了这三句啦。低要知，要认识，我们身体要力行，只是这三个字，低血行，我已经说了几百遍啦，从去年前年。一直一直不离开这三个字，各位菩萨也已经呢，一直听师父呢，无离开这三个字。总而言之呢，三个字啦，就是我们健康之道，身心健康之道。我们要知，我们要明知，不要无明知。
无名之呢，就传很多的谣言。我们要明知，要敢据以地价，就来告那个灯。那我们呢，身体力行，要如何呢，防止这样的灾情、疫情在不断的滋生？那就是爱心断源头啦，地现灾啦，才会当呢灭地迄个未来，这种呢疫情呐、啊、才有办法。啊，那无呢，真的是无法子。